苍穹聚散，你是那谁的下单间隙，漫天狼烟烽火，繁华我煎熬都换流过，隐约隐隐的风景，惊鸿美影在许前。现在和对手拼命只是莽夫行为，沉不住气的人永远做不了大事。不过你应该听过一句话，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是时候去找你要找的人了。脉存在于天地万物中，要运用你的灵脉，想象自己的灵脉和树的脉络连接起来。这小子悟性还不错、没想到这五法山还挺热闹的，之前还以为是什么隐秘的深山老林呢。这里本来就是个旅游区，大隐隐于市、门宗大会该不会随便找个露天广场就举行了吧？怎么会，游客只能在外岩区域游玩，中间的主山是去不了的。那我们是要走什么密道吗？差不多吧，任务的事小曼会跟你说的，我就不掺和了。心远哥，你这是？山上的熟人没几个看我顺眼的，你们下山的时候到附近的酒馆找我就没错了。好的。胖子哥，愿赌服输哦。算我上辈子欠你的了。要多少？要多少？心远哥有时候就像个大小孩似的，谁都有不想别人知道的一面而已。这次的计划我已经传达到了，我还有其他任务要暂时离队，只能在山顶汇合了，可不要让女士等太久哦。好的。对了，山峰、把右手伸出来吧，这是大东哥留给你的。虽然地虫门已经变了，但还有很多舍命坚持的斗魂卫，要好好继承这份信念。明白了。还有我的心意呢，把左手伸出来吧。哦。其实呢，是按掌门指示弄的，我就借花献佛了。按规矩出牌的话，今年你是去不了主山山顶的，有困惑的时候就按红黄蓝的顺序拆开来看吧。又是这种满满的情怀和套路的小道具呢。我会留意明玉的消息的，希望我们其中一方能遇到他。但愿如此。心远哥和小曼姐呢？他们有要忙的事。心远哥就算了，小曼姐为什么让他单独行动啊？现在的小曼姐可不用你操心，我们赶紧上山吧。麻烦到你了。没啥没啥，尹伯伯，你要回去再电话喊我，我先回村了。好的好的。门宗大会举办的地方还挺热闹的呢。这只是外围区域，我们要去的地方还得花点功夫才能到，路上我们还是尽量隐藏灵力气息，装成是普通人就好了。又要来这种无聊的山区，
到处都是这种退休没事干的老奶奶老大爷，又是拖着孙子的老大爷，能不能来点新鲜点的感觉啊？我看这位姑娘气质高雅，与别不同，不知能否帮个忙。这个人毫不掩饰自己的灵气，应该是个斗魂卫，是看穿了我也有灵力了。也没什么特别，我只是个来游玩的普通游客。普通游客，姑娘还真会开玩笑。像你这样的美女站在哪儿都不普通啊。哪有呢，公子见笑了。啊，公子。不用太客气，我叫司徒卓阳，也可以叫我卓阳哥。其实呢，我只是想问个路，如果姑娘也是来游山的，不知是否介意多个聊天的对象呢？问路的话，这个丫头也不清楚呢。我的孙女也是第一次陪我来这儿玩，老太婆我倒是来过好几回了。原来是奶奶呢。小伙子要是不嫌弃我走得慢，我可是乐意多个聊天的对象。来来来，小伙子扶着我吧。看样子还是嫌弃我了。怎么会呢，我可是有要事要办的人。不好意思两位，我这位年轻的朋友爱开玩笑，我们刚好有事要忙，就不再打扰两位了。祖三，你这干嘛？仙掌门可是……哎呀，够了够了，不用复读了。我看和这位姑娘特别有缘，相信很快就会再见面的，下次就等我来帮姑娘一个忙吧。行了行了，已经耽搁了两天，要赶紧吧，我耳朵都快起茧了。刚刚两个应该是来参加大会的斗魂卫吧，是不是过来试探我们的呢？看上去也不是很在意我们的样子，就不用管了，等下我带你走个捷径吧。捷径？土豆，你以前是正式的内门弟子，应该也来过无法山吧？来过两次吧。其实门宗大会就是给斗魂卫聚集交流的地方，按照不同的实力分设有不同等级的会场，会场中还有各个门派的事务员负责招收希望入门的新人。哦，还有不同等级的会场啊。是啊，无法山这里东南西北各有一座紫山，紫山有三道试炼，而主山上就有五道试炼。那你最后去哪级的会场啊？紫山的第二级。怎么了？还不错的样子。山峰小弟不准笑话。那你这次想去到哪儿？主山山顶。什么？要去最高层的会场？你还真不懂规矩。从新人开始的话，每次参加大会只能上升一个级别，能力超凡者也只允许多升一级。按规矩的话，我最多只能像土豆你一样去到紫山的第二级集合点，连主山都去不了。不过小曼给了我锦囊，说到时候能帮上忙。山峰，小曼是和你商量了什么秘密计划吗？为什么一定要去到最高层？其实也说不上很机密的事，雇佣兵团那边提出了一个合作计划，希望我能够组建一支由斗魂卫组成的战斗部队。什么？真的有这么惊讶吗？当然了。其实小曼第一次和我商量时，我比你们还要惊讶呢，但是实在没办法，雇佣兵团说到底都是些普通人，单靠他们对抗灵界实在是力不从心。说的也是，如果有一支斗魂卫组成的部队，战力肯定大大提升。不过这也应该是那些什么正统大门派该管的事吧，啥时候轮到你这种门外汉管啊？问题就是数一数二的大门派不知什么原因都对灵界的事视而不见，我也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，但是现在的情形只能用非常手段了。当初如果他们肯出手帮忙的话，森哥和大东哥或许就不用。所以这次我们要做的一方面是查清楚原因，另外就是组织愿意站起来的斗魂卫，避免之前的悲剧。土豆精神点，
我们还要靠你给我们指出入门的路呢。没错呢，你们两个菜鸟都没来过，我不告诉你们的话，你们连门都摸不着呢。是的是的，那赶紧带路吧。这里是入口的迷踪林，如果按照景区的地图指示，是肯定去不了真正的入口的。在分叉路口都会有这样的符文石，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经过这些入口才能去到目的地。哦，这条路的确和刚才的不一样呢。嗯，前面就是第一关的试炼，等下考试官会问你要不要玩抽奖活动，其实就是试炼，通过了就会告诉你中了一等奖，然后才会指出通往集会地点的路。哼，还挺有意思的呢。几位游客有什么光顾啊？我们想玩一下抽奖。自己投币，然后手掌放到指定区域，使劲点的话，也许能增加中奖的机会呢。应该是将灵气输到这里吧，和之前的训练有点像，使劲点才能中奖。嘿嘿，那我这是中奖了没有啊？中了，中大奖了。刚才实在有眼不识泰山，这位少侠，你通过了。其实按照少侠的能力，去到主山也应该没问题。不过按照规矩，今年只能委屈一下，先到二级会场吧。那我们俩还抽不抽奖？那个，既然是和这位少侠一块的，肯定也是实力非凡。免了免了免了，几位这边走就可以了。好，多谢多谢了，那我们就先去会场了。一直走就到会场了，这里好像也没什么分岔路啊。这个时候就到他出场了。按照锦囊的提示，应该就是这棵特别大的树了。山峰哥，过来看看。好。这个会不会是什么机关呢？看样子有可能像刚才的试炼一样。怎么样？的确隐藏着传输灵气的通道，灵气去到某一处就有堵住的感觉。等我再使劲试试看。这里也是死胡同，怎么这么多机关难题啊？锦囊也没说很多，这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啊！居然打开机关了！这个大洞里面有什么呢？捷径啊！这个牌子不用管的，我们直接过去。这里是一条断桥，难怪刚才的路被封闭了。从这里到对面去，就可以省下不少麻烦了。那是要御剑飞行过去吗？差不多吧，不过可不能直接就飞过去，这里到处都有禁制封印，要先解开才行。啊！开！
现在应该可以过去了吧？等下尹婆婆可要扶紧我。嗯，尹婆婆小心。哎呀，之前说的考试官吗？考试官肯定不会出杀人的狠招。你看中间那个的手，一天符印的碎片，这可是找上门的大麻烦呢。转身，我起水，阻止恶魔的沙漏。